现在里头在哪一家，也是威斯一家。为什么？来，跟你讲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，就是我们楼上往下看的地方，白葡萄大门往上面参观。那这个喷水池的地方呢，就是上面这一块的石头之后。去做标，我就排开我们的标，没有任何我们的标在上边，只会在背标或者是某个正标的某一个细节的地方显得分层 crack， 其他的全是您自己的标，也可以在正标上也没有我们分层 crack。 就比如说您的高光时刻，您孙子孙女出生，他的小脚印小手印，我们都可以做，就包括您孩子结婚啊这些的特别的高光的时间，我们都可以去做这些标给您。然后这是外八卦，对，就这个道理。在哪里发现的？哦，哇，因为这个我们还没有就是开放。